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置业一号银行分行阿 Maya， 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个位于奥运站的临海物业龙仔，属于三房一套再加储物房的单位。我哋先嚟睇下个单位价格先。单位以日字长方形设计，客饭厅分明，喺楼底高度大约十尺四寸高，客厅落地玻璃连接单位露台，采光度十足，方向东南。可以远眺呢个繁华闹市景观同埋烟花景。去到饭厅位置，可以放置一张白人嘅大餐台。厨房以 L 型设计，储物空间非常充足，配置各种名牌电器，包括焗炉、蒸炉、烤炉都有。行前两步有个工人套房。来到储物房，可以改造为一间独立的衣帽间。第一间睡房设计以方正，可以放置一张双人床及双门衣柜。来到第二间房，同第一间房相若，都可以摆到双人床及双门衣柜。室位置设备一应俱全，跟住嚟到第三间主人套房，间隔方正 ，L 型落地大玻璃，可以远眺呢个城市景观及烟花景，采光度十足，可以放置一张双人床及双门衣柜。嚟到主人房嘅浴室位置。设有呢个浴缸及淋浴间，设备一应俱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单位已经介绍完啦。如果大家对以上单位有兴趣嘅，欢迎致电我或者系 TN 我。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